讲，咱就是从分段呐，大家人汇集，对啊，无同的地点，共同的情景，听同一款的话，这呢是名副其实，叫做分来集菩萨。城中起文化乡，最近啊，我一直呢，好亲像有一点啊勉强，希望鼓励人人啊，发爱入心呐、啊。大家人用遐尼侪时间，用遐侪力量为组织伫咧付出，啊，我会当用虾米互恁呢？所以我感觉有一项就是。法你哪无要接受呢？等于我送礼物呢，恁无要收啊，还是空啦、啊？一直甲大家人讲来不及，因为呢，天下事啊，大乾坤小乾坤呐、啊，真正是呢，和我逐工逐工呢，都有一种逼逼的感觉，所以啊，我一直感觉呢。就是来不及，也过真侪话啦。人间法，大家人呢，是不是有用心去体会人间？现在生态也无呢，佛法呢是为世间法而有佛陀人间觉悟，甲大家人分享，将你无感觉的道理显现出来。在有感觉的事物中，所以啊，这一定的希望大家人，咱在人间啊，应该呢，都爱去体会法，安尼呢，才会当知影讲哦，原来咱日常的感受啊，是来自于这个法的多一点。多一点的法呢，是伫咧干呐开导人间的法。咱若有注意啦，自然呢，咱就有感受，有感受呢，才有法度啦，受用这个法，解过了咱的人生。人生的错误伫倒位，咱拢不觉知啦。那有了法了后，咱才知影。咱的错误，啊，要安怎样改改变过来？而且呢，大家人爱知哦，三角二德，三角就是主角、角他、角形圆满哦。那这个主角，咱听到这个法入心来，感觉讲这个佛法跟世间法啊。会当融会贯通起来呢？你那是无听法，道理未圆啦。你做人绝对未圆吼。啊，做人那未圆呢？你想做代志敢会圆？所以啊，咱爱未事圆人圆啊，爱必定爱先道理圆啦。这呢叫做自觉。各行各行圆满，这个道理呢，才会圆满。啊，二定呢，就是啊，慈悲智慧。那慈悲呢，那就是爱行善、造福、结福缘。这呢，叫做慈悲的德，吼、哦。那要发挥迄个智慧呢，三角啦的力量，爱身体力行。安尼叫做二德啦，各位，咱真正呢，二德那无圆满呐，咱无投入伫咱大家人的行动中，无入灵魂去啦。我想在讲吼，干那一个名啦，真正呢要下当体会佛法，或者是真正迄个德呢，会当互人肯定。迄真紧吼，是表面啦，就亲像咧水上的浮漂共款哦，无紧啦。所以呢，修行是为家己，
不是为别人哦，是为家己哦，吼。咱家己呢，那会当有这个德啦，你别入人群中去跟人讲话呢，都拢真受肯定吼。那这种一只法下，会现出了咱的人，无法度谈好去，安怎形容啦？总是予人一种的感觉。孔夫子嘛，安尼讲啊，富论恶，德论心呐、啊。这种富，啊，你有钱也无钱，那入去个领导呢，感觉哇，这个家庭呢，真正是有钱的家庭哦。那这啊，那德呢，这个人的这个德行啊，有德啊，无德那。甲伊做伙呢，迄种的感想，很自然的，你就会对伊起恭敬心。迄种的德呢，会摄受人的心吗？迄是真正呢，咱有伫咧修行，唔是表面的哦，唔是用讲的哦。总讲一句呢，学爱有德吼，所以啊，修学。道有情人，咱伫要修学法啦，就是要去道甲咱有缘的人。那觉有情啦，就是菩萨吼，咱来修学这个觉有情的法，倘好来去道甲咱有缘的人。啊，恁唔通讲，哈嘿啦，我就是我的朋友啊，啊，我至亲呢，就是甲我有缘，其实呢。家里有缘的人啊，唔捌你的人真多，就是唔捌你呢，看到你会欢喜，和你的德呢接受到，他就是会当和你抓来，和你多来佛道有缘人呐、啊。咱若无甲人结缘呢，你永远都甲众生结无好缘哦。今生有这个机会，和你会当去甲人结好缘，那么。这是一个大环境，让你有机会去跟人结好缘的事。以自责为话题，看到人就讲自责，自然啊，那个人就让你多啊。所以咱若有心啦、啊，无讲做不到的代志。啊，咱要去度人，咱爱家己呢，正义吼，正家己的心意。咱做人的品德爱做好好。自然呢，就是菩萨的品德，这呢就是爱修行啊！啊，咱若无学法啦，咱嘛唔知修行的路伫倒位啊！啊，咱要去找咱修行的路呢，爱先铺好世间的路，咱做人的基础爱先打好稳啦，然后呢，咱才会当行到。菩萨的道路吼，所以咱来明心呐，爱有三会四体法，三会文殊修啦吼，那叫做听听了后，好好去思考，思考了后呢，爱身体力行啊，那四体的苦集灭多啦，这些道理呢，在咱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。人群里，你听伊用心听伊的心声，无不都是苦集灭道的道理存在哦。所以你若会当知影搁较快咧，那么咱要辅导人呐，那都无困难呐。各位学佛啦，真正唔通凊彩听啦，唔通加减听吼，都爱专心用心听吼，咱爱知影法入心点呐，勤经营，只要你好好经营啦，你的慧命增长呢，自然呐，你就得到呢大度量啊，咱的慧命。那要和成长慧命嘛，爱有营养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寿命要有营养，就亲像讲吼，这蚕呐爱有丰收啦，啊有丰收呢，咱呢不多才袂去和枵着吼。所以这叫做血带度娘，好嘞，这个发爸爸伫咱的心灵，啊看到什么款的人。
应机祷告哈，去度众生啊，这呢，这就是得菩提中哈，携带度牛菩提中啦，那得度众的自在行，你那是会当呢，得到这个法啦，度啊，的智慧啦，自然呢，咱伫世间呐、啊。哦，所面对到的人事物啊，拢是呢，和咱真正的自在，无有恐慌，无有迷惑吼，和咱的心路呢，会当安尼真稳定向前行。